第28题，如右图所示，取三个相同规格的灯泡，将 B、C 灯泡并联后，再和 A 灯泡串联，并接上12伏特的电池。若 C 灯泡测得的电压为4伏特，则 A 灯泡的电压应为多少伏特？我们这边是4伏特，我们这里是并联，所以呢，B 的电压也是4伏特，这总共起来的电压是4伏特，而我们这个4伏特跟我们的 A 灯泡呢是串联，所以呢串联的时候总电压等于分电压的和，所以总电压12伏特就等于 A 的电压再加上我们这里的有4伏特的电压，所以 A 的电压就是12减掉4等于8伏特。所以第28题问我们说，则 A 灯泡的电压应为多少伏特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 8。